雪纳瑞，很健康哎、欸，它不是。通常雪纳瑞就是油腻腻的，就会有一些皮脂、油脂，对。要不好涂，要不干涸。对，一粒一粒这样一摸会一粒一粒，但是它皮肤不错。这是狗皮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小的，小的，小的。不要乱换，就固定固定。哇，还要喝水。它就是29号。好，不要给它乱吃别种食物，就对了。固定单一种。像狗有三口的话，专用也是要买它专用的东西。这么多，你用优，你先用一般的生理食水先清洗伤口，然后用优点擦拭过。那假如说它是表面的那种小伤口的话，那就自己处理。那假如说，比如说咬伤的，因为有时候咬伤的话，外表的伤口比较小，但是里面伤害又比较大。哦。所以你做过一些自己一些消毒的处理，就会赶快处理。哦。那假如说它是一个比较大面积的。人为的就还好，他上次是给他美容，可能他给他剃毛没剃好，剃到就那个皮肤有点受伤。应该是说一盘那个尾巴，后来毛就长不出来，这样子。应该不是，不是，应该不是。你可爱。不是啊，因为美容完之后才有那个伤口。太喜欢。应该是你们带回来的时候，这边都最近毛都已经长齐。没有没有，就那一天上次来的时候来打那次，刚美容完，所以我就觉得正正常的话，通常因为那个地方，因为像他们生下来，他们肚子的拉长比较前尾，他们前尾的这个地方会形成很拔，有些他是用橡皮筋绑的，让他自己脱落，这边的这边那个没有毛的区域会更大。那假如说他今天是用剪刀剪的话，他会有一个长长。这好难，它是打不出毛。对，其实。